两边是势均力敌，还是？目前势均力敌，看起来差不多，没有战绩。有好像有点，今天来的好像都不怎么样。平均啊，平均啊，好像没有。而且差的很平均啊。厉害，厉害，厉害！你会吧？哎，我台北商专。哎呦，你是不是这样？ 我是学妹。那个学妹为什么封城会这么瘦？为什么？不是很少，有人少，有人把制服让我们穿的那么有感觉。还有哇，还有哇，我好想跟你拍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穿的是制服，为什么你穿的是工作服？对啊，为什么啊？好了，来。 英文小教室，要考考大家，什么是 don't have a cow？ 不要有一只牛，对，不要有一只牛，不要有一只牛的意思，对，不要有一只牛，不要靠，他们没有牵牛这个靠，不要养牛靠，不要养，就是我们常常不讲说要喝牛奶，干嘛养一头牛？对，一举，哦，一举，舍近求远，有道理。 不要养一只，有没有别的想法？有没有？有没有联想力啊？会不会是跟西班牙有关？那位 A B， 你什么时候什么说？对，因为西班牙它有那什么斗牛节，所以牛很危险，会不会是什么警告意味？是一种警告的意味，警告意味。哎呦，对了一半，接近哦，真的，哎呦，跟西班牙没有关系，但是它意思呢，就是叫你不要激动，不要生气。为什么？因为呢，比如说我们 have a baby 的时候是生孩子嘛，那 have a cow 就是生小牛，那牛妈妈在生牛宝宝的时候，她会就是很用力、使劲力气这样，很激动。人生小孩也很用力啊。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对啊，因为现在就牛特别那个词汇嘛，对不对？没有关系，都生小孩没关系，用力，那用力又怎么样？很激动，激动，对，所以就是说，哎，你 don't have a cow， don't have a cow， 就是康荡康荡的意思。例句怎么说？行。 I hope 奶哥 don't have a cow when he play games. 你常常这样子啊？为什么是我要秀要生气呢？哦，你常常这样子啊？我在这行业三十几年，我还要得失心很重。不是，你就是还引人弄感情。我不喜欢赢，我在制造节目的效果。对对对，你赢吗？是是是是是。他不骂你，你有今天吗？对，他有靠，还有靠，还有靠。你有牛了？你在说什么？他是国语的靠，他是国语的靠。I have a cow, I have a cow. 好了，好，来哪一队先攻？我们陈杰队先攻，就位。哇，哎，不错的哎，必胜，开始抢分的，超强，哇塞，哇塞，我们看出这个阵容，很强，我们可以排出这样子吗？哪个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国立联合大学，开玩笑，我也会跟他们放，他英文真的不知道几单字，哈哈哈哈哈。 脚中奖就放心了，好，脚中奖就放心了，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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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o hot and very famous. 我 so hot. So hot. 我很热，然后 famous. 我很有名。Yes. 哦，我很辣。Yeah. 就是you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Police station. Say you kill people. 我杀人了。And please give me a code. 他的拳头好了。可以了。Yeah. 什么啦？It's a joke. 哎。真的猜得到。
犯规，不要犯规哦。我跟你讲，哎呀，我靠！来看，哎呀，干什么？干什么？好紧张！来，准备，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计时。好，几个字？犯规了。Forward， 四个字，四个字。It's a Chinese sentence。是一个，这个中国。Yeah， it means you're very hot。哦，your hands are very hot。你很辣，意思是说你很辣。Yeah， a cold joke。You call Joe. You go police station. 冷的夹克。And police station. 你们犯规，不要犯规，不要犯规。都还不靠，不要犯规哦，不要犯规哦。在警察，你们就犯规太多次了。在警察，警察站。对，等一下，等一下 ，police station。那么四个字。对，他好壮。这是很多画面的。哇塞，你好壮。他力气那么大，我扭都扭不过去。他就是个卢泰山。来，准备，一个传人器，十五秒。Four words， 四个字 ，means you're so hot。我很辣。Yes， and police station， and 还有一个是什么 ？Police station。Police station.来，转过去。假的。来，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计时。Forward， 什么？四个字。You're so hot。我很热。Police station。警察局。Police station， 警察局。Forward。She forgot some words。She forgot some words。她忘了一些字。这样传过来本来就会忘一些字，对，忘太多。我在忘太多字的话，是从哪边开始忘？不会啊，我才忘一句哎。没有，因为这题蛮难的，我要把它讲得很清楚。这是成语吗？四个字。You so hot. Police station. Police station. 警察局的时候。Police station. 超级喝水。来了。最后三十秒。最后警察为什么要喝可乐？警察到底为什么喝可乐？对，他是不是警察叫你给可乐？就是这样啊，好不好？哇塞，可以了吧？警局有炮了，还要怎样？因为太好了，来办案的太大，对，小小鼠在计时到了，对，哇塞，怎样？我刚刚有 Q， 害我都不敢。你知道了，你知道答案对不对？知道答案了，又来这一套了，又要演了。时间到了，不要问我，我一定。很仁慈了，可以的。哪有很仁慈？有，哇塞，小东仁不仁慈？小东，你讲的，不要讲仁不仁慈，人不仁慈，还好，还好。你说这，说好了，警察给一杯可乐，就这样子啊？哎呦，哇塞，讲的正确。哇，哎呦，我不要忘了，最后五秒，警察给了一杯可乐。应该被牵着你的手吗？请作答。警察点了一杯可乐，答案是很重要的。答案是，你很热，所以警察点了一杯可乐。答案是，是成语嘛，对不对？对，答案是。警察点了一杯可乐，有二 A 啊！已经答对一半，不是可乐吗？对啊，他漏掉哪一句？因为我讲不完，太长了。然后我前面有讲说 your hands are hot， 我手很热，是手可热。你讲是 means 吧？我讲 hands。然后因为他讲了一个冷笑话，因为我在讲，可是警察局讲我讲 ，OK， 来，预备，十五秒计时开始。Forward, it's me. You're very famous and hot.
famous 哦，我不要 famous famous 出来就有了。对呀 ，and you go to the go the priest， you say you kill people， and the priest give you a 真的很长，好长，好长，好长。我要形容你到警察局自首，然后警察给你可乐，什么自首可乐？可热，哇 ，Keyword， 哦，来，哇，换位置，我可以中间的，这个好了，这里在，我是100%科比，科比，100%科比，讲那么多都废放吧，还是小胖来换水，来来来，自首可乐，好了吗？好，来，小胖大家听，他不差，这个都不差哎，蛮强的，这些都不差哎，真的，来来来，我先。有，好，拖到难一点。来，过来，怎么讲？哇，有 15秒计时。旁边两个字。Means a family is very rich。是家很有钱人的家里，很有钱，很有钱。Taiwan have a store sell steak。Taiwan have a store 有一个店怎么样 ？Sell steak。Sell steak， 卖牛排的。对。Two words。Taipei famous sell steak。台北最有名的 Dick 是什么？接下来看你怎么说，金童鸭讲差点就引爆冲突啦。李白吃豆腐，林北不天才冲冲冲。难一点，拖到难一点。来，过来。男的 ，Noble， 下面贵族。啊，对。贵族都可以，这怎么讲啊？哇，哎，吃牛排啊，可以讲那个对，贵族讲那个，贵族是讲可以啊。我们他们没有下广告，不能这样讲。没有，不能讲，不能自入，北部人不见得知道。啊，对对对，南部人比较，中南部比较知道。哪有不能讲？来准备，比尔川必须15秒计时。两个字。Means a family is very rich。这家很有钱人的家里，很有钱，很有钱。Taiwan have a store sell steak。Taiwan have a store 有一个店怎么样 ？Sell steak。Sell steak 卖牛排的。对。Two words。好，时间到，来，准备。很清楚哎。来，完全都。一二三，第十五秒计时。Two words， 两个字。Taiwan very famous， 台湾很有名的。To sell steak， 是卖牛排的地方。Yeah， two words。I think it's brand。brand 大脑。It's brand。brand 布兰登。你朋友吗？他可能知道，他最后可能不知道。来，准备一个穿越杯，15秒。Two words， two words 两个字。台北 famous sales sticks， 台北最有名的 stick 是什么 ？stick， 牛排。台北这样说的牛排。Famous sales sticks， I think maybe Brandon。Brandon， yeah。Brandon 是什么？布兰登啊。对 ，Brandon 啊。布兰登不认识啊。布莱恩。布兰登。台北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布兰登不认识。布兰登。来，五秒计时。Two words， 两个字。台北 very famous。台北很 very famous， 很有名的。Steak， yeah， sales steak， steak， sales st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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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w， cow steak， you know， cow， steak， cow， yeah， steak， you know。你怎么讲？我讲，讨厌，坏，我提醒你，中年转性很危险。他这样子，真的，你到现在中年转性了。哎呀，来，准备30秒计时。台北很有名的牛排啊。哎，哇塞，两个字。哎，这是牛排。还是牛排店的名字吗？不是，沙朗，沙朗，乐野，什么部位？筋骨，已经够意思了。吃的，两个字，两个字，对呀。
你知道菲力在哪哪一个？我知道，我知道，有一间牛排店很有名的，你知道吗？布兰登。布兰登。OK 啦。People very rich。哦，天哪，天哪！我来一个。可以吧，可以吧，来哥，你起哦，你不要大牌吗？这么有钱的哥，这样对啊，要有钱才吃得到的。什么啊？时间到，答案是，我不知道，王平。王平啊，喷！哎呦，我是想买脑子牛排馆的名字哎，英格兰。英格兰 ，England rich people， 英国很有名的人，很有钱的，很有钱的人 ，fami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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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啊 ，kind of people，very rich people，a kind of people，a kind， 哦，我知道了，在英国一种很有钱的人，不知道，生气了，对呀，哼。打麻将要你还不知道打麻将要几家？四家。所以说是什么？啊？假的？什么什么四家？贵族啊！贵族。贵族。贵族有，所以是贵族啊。很有。答案就是贵族。来换位置。哎，你们题目好简单呢。可惜了。我跟你会很有关，我在这里好了。你一直在想一点。好了，来，让主管戴耳机哦。我没有想。哇，这两个用两个用想换姐弟单，用简单一点的单字哦。好好好，来，关门。有点，你两题都可以看。好，黄的，先看这个简不简单？难一点。什么？是什么？完蛋了。Rush 什么梦？梦。Rush 罗志祥也有一个专辑，你告诉他干什么？答对的，答对的，我的问题你有没有脑啊？对，谢谢灯辉哥。是谁啊？要哪一个？要哪一个？继续，他一定要这个啊！罗生门，罗生门，好。哇塞！来，罗志祥，准备哦！一二三 ，A B C， 四秒计时。Three words。三个字。It's a door, not really door. 是一种门，但不是真的门。Yes. 三个字，任意门。We see same thing, but different talk. And Little Pig have this song. Little Pig. Little Pig have this song. 时间到哦。哎呦，你英文还不错哦。你北体的还是中体？北体的。不要被影响，不要被影响。是现在叫什么？哪个我快忘记了。啊，我们讲的太长，一串一次讲完。你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对。我不能跟你聊天。那我常看，我知道你现在在干嘛。那就好。那我也聊了差不多。我聊到一半了。来，准备，一二三，比十五秒。Three words。三个字。It's a door, but not really a door. 一种狗啊，还是真的狗 ？Door. 啊，一个门不是真的门。不是真的。Little pig, little pig. 狗狗。小狗，小狗超可爱。热狗。根本就不知道，果汁更好喝。他讲了我就知道了。他讲了就知道了。小猪。Yeah. Describe something very strange. Very strange. Describe something. 来准备。Yeah. 来，一二三，闭上，四秒计时。
Three words. 三个字。It's a kind of door. 像一种门。But not a really door. 不是真正的门。It's about a pig. Pig 猪啊。It's the little pig. Little pig. 小猪。Describe this door. A very strange.很奇怪，很奇怪。先到。三个字，门。来，不是真的门。三十秒计时。不是真的门，然后有小猪。小猪可以经过那个门。不是门啦。大猪过不去。门。对。三只小各种动物。三只小猪。对。住在哪里？猪够了。你有没有看过童话故事？三只小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对。第一只小猪洞啊，盖是什么？茅草屋，茅草屋，第一只呢？木屋。好，那另外就不要讲了。对，不能讲，先不要。这个字的门就不是真的门。嗯。小猪会。哦。是真的门。3、2、1。是真的门，是天道。有木门，有茅草门，还有什么？来那个砖头门，哎，水泥门，水泥门，你要打，不要跟他聊天，水泥门，什么门？你们，我们，他们，哈哈哈哈哈，水门的，走，不会猜，最后喷五秒，喷门，各位，喷门。幽门杆菌，还有什么门？有跟猪有关系 ，little pig， 小猪。这跟小猪有关的门是什么？跟小猪有关系的门。对啊，跟你讲，稻草门。稻草门，水泥门。你不要看互动了，你想你的了。跟小猪有关的门，是一人小猪吗？三只啊，喷啊！我知道。第五门啊！是我们是他的歌啊，罗生门不是更像题目嘛？我们现在出题目，讲出金武门吗？会啊，你中间讲一长串是什么东西？不是金武门，是罗生门。小猪的罗生门。哎呦，金武门会当题目吗？金武门，哇塞，我还以为他真的知道，对啊。我赶快喷干了，结果还弄个金武门更好笑。三题挂蛋。笑一个嘛，开心，他笑，听的效果很好，效果很好，很好，我真的很赌气呀。来，你陈朵顺，不要难过。啊，做题目，加油。这个，对哦。一二三 ，A B C， 第一题第一棒，预备 ，Ready。Go. Four words. 四个字。It's a place. 是一个地方。Outside, very far away. Chinese sentence. 中国城。哇，我连他还没上桌呢。Hey, it's a bad guy. 坏人。Yeah. Can save you. 干什么？你一个黑，我全忘。这个。对哦，为什么会派你来啊？我 OK 的，买妈妈也是，可能是想要浪吧，是不是想要浪他们 ？Remorse suburban， 什么遥控器？ Suburban 方的什么？好长哦。Suburban 是什么 ？Remote suburban， 什么好像是遥控器？应该是 suburban 吧？哦。哦。这个太抽象了，这怎么讲？郊野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你要有笑容了，对，有机会。这僵尸，你把这个比鸡都不认了。有可能。加油！一二三 ，A B C， 第一题第一棒，预备 ，Ready，Go。Four words， 四个字。It's a place， 是一个地方。Outside, very far away。在很远，然后外室外。Nobody can save you。没有人可以救得了。I can do you， 你可以。很远的。不可以用电的。我要换地方。他演呢？不可以用演的。I can do you。那可能是英文。
文。他还是要造菜，还是要造菜英文。他还是要整过去的。他不能演啊。I can do it. H E Y， 嘿嘿嘿，那不可以演。哎，要唱 A B C ready。Forward， 这个是so far away， 很远。Nobody can save you， 没有人可以救你。Yes， if someone to do you bad thing， 如果 someone， hey hey hey， nobody can save you， 没有人可以救你。Yeah， so far away， 对，很远。So far away， hey hey hey， somebody can help you。hey hey， 不要急嘛。好 ，OK 的，你没有问题。So far away， 很聪明，他是活泼的这样。Yeah， 好美人呐。哪一个？哪个？好听哦。一二三 ，A B C ready。Forward。哇，又成语哇。Forward， so far away。很远很远。Yeah， and somebody bad guys。Hey hey， somebody bad guys。Yeah， yeah， yeah。Nobody can save you。Nobody。没有人救我。Yeah。没有人可以救我。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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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哇，我你要打台北上官的，我立的 ，OK OK， forward is so far far away， 很远很远，嘿嘿嘿，hey， is a bad guy， 大人 ，bad guy， bad 坏人 ，yeah， has saved you， 干什么？我每次是你们那一队，好不好？你唱，阿尔全忘了啦。三十秒，剩几秒了？剩十五秒。哎呦，快点，快点，快点！神哦，我不能看见你的眼睛，你往眼睛方向去想。刚哪哥都有提示，你提示我一点点啊。嘿嘿嘿，我跟你讲，我刚刚本来思绪很清晰 ，Chinese sentence 你都不知道，你一个嘿嘿，我全忘。对你吓到，你突然嘿嘿嘿，嘿嘿嘿，对，我要 Nobody 嘿嘿嘿。乃哥最后一句是重点啊 ！Nobody save you， 好不好？我讲的啦，可以吧？太过分了 ！Nobody save you， 真的是这样，好不好？可以这样 ，Nobody save you。偷偷讲，我现在正式讲，没有人偷偷讲，没有人可以救你。Nobody save， 好不好 ？Nobody save you。你是对我讲还是提示？没有人可以救你。现场倒数五秒，四个，三，很远，很远，没有人可以救你。是成语吗？是成语吗？坏人，哪个叫做坏人哦？我们好像不太需要什么干扰。对呀，时间已经到了，有干扰。你们第一题不能答对，答对我们后面就不要玩了。对呀，水三胜，已经歪掉。罪不可赦，罪不可赦，喷。从第二个开始就不知道自己在真的吗？台北三关的这么长，我是造船哎，造船你是造船，我还是造船，你唱一下，唱一下，我是只小小鸟，我是刘若英哎。我可不可以听一审？我可不可以听一审的？很好，来一遍，输掉一遍，计时，不要照刚的讲哦。对 ，forward。It's a place. 对，这是 outside. So far away. Outside, so far away. 一个地方。Nobody can save you. If I do you, hey hey. 你看，有。Nobody can save you. 真的是。If I do it, hey hey. It's a place. It's a place. Outside. 一个地方，然后。外面如果一片荒芜吗？可以来救你？不是，你知道？请揭晓答案。Remote， 荒郊野外。荒郊
野外没人可以救。不是，你要先讲一个意思 ，place 啊。有没有讲？你要先讲。有，我先讲啊，我先讲一次 place。一开始你是这样讲啊，对对对，我为什么我都没听到？是的。第二，来，有机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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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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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挂，抠那口皮啊！玉米片，对啊，那口皮啊，抠那口皮啊！哦，哦，这个不算难，这不算难，这不难吗？这不难啊，这不难，啊，太简单了。是这个，这个单字，这个 vocabulary 你觉得难？难，对啊。事实上，这个这怎么念呢？哎呦，没了，我们还有，一二三 ，A B C ready。他们有黄灯辉。第二题，开始。Three words， 三个字。It is a big ball. It's a big ball. 它是个 big ball. Long time ago, if you put 100 inside, it will be 1,000 for you. Magic. 它是一个碗，一个碗。如果你放100块，变成1000块。Magic. Magic. 哦，我知道。哇！等一下，好，不聊不聊了，不聊了。来，叶川，你够。Three words. You put $100 in it, it become $1,000. Magic, a ball. 100块变成1000块。Yeah, yeah, it's a ball. It's a ball. 什么球？可以这样子。马背球。快！来，yes, ABC, ready? 手不错。It's a three word. 三个字。It's a magic. It's a ball. 神奇魔术。It's a ball. It's a ball. 球。Yeah. Yeah. If you have $100, 一百块。Yeah. You can make it $1,000. 哎呀，一百块卖几千？太好了。It's a ball. Ball. 球。Yeah, yeah, yeah. 英文好。完了。It's a ball.秘密武器，有三 A B C， get ready， ball， three word， 三个字， magic， 魔术， a ball， 一个球， you can $100 become $1,000， 100元变成1000元， yes， 100元， it's a magic， a ball， a ball， a ball， 讲得太简单了吧，哇，他假装，你要假装英文怎么来？Magic， 你英文。30秒计时。100元变1000元，危险了，危险。是十倍吧？十倍球。它是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魔术。Lucky ball， 很经典的一个魔术。Lucky ball， 魔术的球。Lucky ball， 魔术的球有你。魔术的球，每一次开奖会有什么球？开奖会有什么？不要说太多，不要乱说，太近了，太近了。一样提示，不是球啦，还给，不是球，不是球，魔术，不是球，我只。学妹，真气，学妹，不是球，什么？宝贝，不是，是一个魔术，是一个魔术。100变1000的魔术，什么？大乐透，大乐透，大乐透怎么会是魔术？大乐透的球啊，乒乓球。答案是聚宝盆，是一个碗，那也不是碗啊，不能讲 box， 聚宝盆也不是碗啊，怎么会？那要讲什么？说 ，It will make you， it will make you rich。对啊，一定要讲，会让你变有钱，对，会让你变有钱。可我讲完他就懂了，不懂哎。对啊，但是他讲对，只是那个爆，那个爆歪掉，歪掉。然后他说球的时候，你并没有反抗，你并没有。对啊，你要说 no， 歪掉。对啊，我说球，你应该摇头，我就知道是爆啦。我可以，对，都不是男生的错。好，第三题换位置。
文琪要下，张文琪。你懂他，我懂他。你要简单可以。你要听懂他的。可是他讲的厉害，我才可以消化。然后我要用奶哥的逻辑去想。那你不要用太难的。我用奶哥的逻辑。请戴耳机。这是他们的。他用奶哥的逻辑耶，抢分的团队也好可怜。张文琪啊，抢分。不要小小看我。停，停，收停。来，简单的，简单的。Yes, A B C, ready. 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memory. 是一个记忆，回忆。About ex boyfriend. 关于前男友。A long time ago, in Taiwanese name, market name. 是一个市场。Yeah. 很久以前，台湾的市场。Woman's name. 女生的名字。In Taiwanese. 这从小是。噩梦不断，张无奇出现倒数时间，下段震撼登场。看你怎么说，对奶哥来说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排排排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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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炒米浆，炒米浆。天才冲冲冲。简单的，简单的。男的，男的，男的。简单，简单。不知道哪个会哪个方向。你怎么说蓝色？蓝色就蓝的嘛。哎，简单，简单，简单。Bygones。是什么 ？Bygones。Bygones。杀虫剂。Bygones。这是一种杀虫剂吗？这是一种杀虫剂吗？Bygones。Bygones。好像不难，对不对？有点抽象。好像不难，跟回忆苟合。好像不难。这很容易，不难不难，加油！啊，来准备，台语的名字，简单，来准备，有点像一个台语的名字。准备 ，Yes, A B C, ready. Go. 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memory. 是一个记忆，回忆。About ex boyfriend. 关于前男友。A long time ago, in Taiwanese name, market name. 是一个市场。Yeah. 很久以前，台湾的市场。Woman's name. 女生的名字。In Taiwanese. 这从小是。It's a 什么 boyfriend 吗 ？It's a final countdown. 你这什么去了啦？我忘记了关键的。You're trying to be serious. Two words. 两个字。Chinese tradition, tradition market. Tradition market. Name. A woman's name. 两个字是一个about 女生名字的超级市场。Yes. About ex boyfriend. Memory. 英文说的都对了。英文。哎，讲偏就讲偏了。真开心，要不要他们再讲一次？好了，再讲一次吧，拜托啦，我少讲三秒，对不对？好，你们下一位准备。一下不敢听。A B C OK 吗 ？Ready。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market about a woman。Market， 一个超市，然后 about a woman， about woman， maybe sell breakfast。Maybe breakfast Woman name 啊，好，再听一次，再听一次，再听一次，来，真的好，好不好？怎么这么好？但是时间没事啊，没事，仁慈一点了，应该不会得分的吧？什么意思？叶川 ABC ready， 来，先到一关，两个字 ，It's
the market. Market. About woman's name. About woman's name. Ex-boyfriend. Huh? Ex-boyfriend. Ex-cracker. Ex-boyfriend. Supermarket. Something about supermarket. 然后 about that.About 再一次，再一次。About ex boy， 我歪了，歪了。我觉得把第一棒放在第四棒。Oh my god！ 从 A B C ready。对，有一点难。Words 两个字。It's a supermarket。在超市。It's market。超市了，对了。没有别的忘光了。About mother boy。妈妈，完全没有方向。手表戒指，你看我怎么让你妈男朋友的？请问，market， supermarket。啊对，然后刚刚说过了，可以说一些刚刚你说过的。mother， 还有手表。mother， 再给你念。妈妈的名字。Boy name， 对，有啊。妈妈的 boy name， 妈妈的 boy name， 他是 boy 的名字。妈妈还有 boy name， 哎呦，好难哦，好难。我刚刚有一句，好想帮他讲。我要听两次，怎么那么差呢？听两次讲四十五秒，我们做够了吧？对，猜不出来的啦。哪个第一关放在这，你都猜不对。啊，真的？真的。你还不知道答案吗？我疑似有听说，所以我才知道猜不赢。听说，你说第一个讲的就没人听得懂。你请第一个讲讲看。第一个就没人讲听得懂啊？听得到。你知道答案吗？我知道。知道了。你知道答案了？我知道。你也知道答案了？我要听第一个啊，他听第一个才对啊。没有。好，上去对不对？听第一个。那我这样答猜对算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先。那我要想。你先。不是，你猜对了要第三个干嘛？你说你要听第一个讲，然后他又算对，那这三个是干嘛？对啊，不是，那你现在叫他讲干嘛？我时间还没有到，三十秒。好好好，那你先想，你先想，冲传一次，三十秒还没有到啊。那你讲，那你讲，你再冲传一次啦。他讲我对不对？他讲算对，好不好？好，十五秒计时。要讲一样的 ，two words， 讲个字。Supermarket，Supermarket about our memory。就我们的记忆的。Our lover。啊，我们的我们的。还有五秒。Supermarket name about this woman's name。Woman what？ Woman's name。Woman's name。三十秒计时。哇，仁至义尽了啦！听不懂。跟第一个想法一模一样的啦。是啊。Woman's name。一模一样。名字。对。要试过才知道。对啦。可是两个有可能去过。至少不是妈咪 boy name。我是仁至义。看一点台语剧可能有帮助。哎。哇，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哇，你是熟悉的耶！哇，快点啊！你没有教我。好可爱哦！哇，快点学。哇。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是也算经典了，这效果十足。还要用闽南语讲，对。哇！哎，你看，好有用。但是，我跟你讲，但是，抄袭。不然怎么了？抄。你讲。抄袭。抄袭。什么啊？哇！只能回味吗？跟我们蹦极，他应该讲蹦极啦，往事往腰了，也蹦极蹦丢啊啦。这怎么讲比较好猜？要讲一些歌吧，歌吧，就往些老歌。可是往事先回味要怎么讲 ？Cheers，Cheers， 往事干杯，只能干杯嘛。还有什么歌？回味。
干杯！我是干杯了。这首歌很有名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回味啊，就知道啦。老天有在帮我们了。我们来再次宣布0-0，再次平手。我们屏幕看。好，现在就回到更精彩的现在，冲冲。